拳是流传在我国民间历史悠久的拳种，它是中华民族武术文化遗产的瑰宝之一。它创始于明末清初山西蒲州人吉隆峰，后经曹继武、河南马雪里、山西戴龙帮、河北李老农及其弟子刘七兰、郭云深、车以斋、宋世荣等人的继承和发展，距今已有300多年。原称Hsing-I Liuhe拳，自李老农后史称Hsing-I拳，因讲究向其形，取其意，形意成于中，肢体形于外，内意和外形高度统一，所以叫Hsing-I拳。Hsing-I拳是以三体式为基础装法，以五行拳，劈、砖、崩、炮、横，十二行拳，龙、虎、猴、马、蛇、鸡、雁、鹞、托、台、鹰、熊为基本拳法。流传套路有徒手和器械的单练与对练，动作姿势要求鸡腿、龙身、熊膀、鹰爪、虎豹头，要头顶向素、松肩坠肘、含胸拔背、立摇正脊、裹垮扣膝、掌沉租稳。手法上要两肘不离肋，两手不离心，专翻身曲，凝宣往返，严密而紧凑。步法上要进步跟、退步侧、迈步如行离、落脚如生根，快速而沉稳。整体动作要完整协调，手到足到，起起起落，三间相照，内外相合。打法上要快攻直取，攻防兼备。总之，其运动特点是动作相间，节奏分明，气力结合，形身统一，身正不稳，快速整齐，刚柔相济，稳固沉着，完整饱满。六合棍主要是运用棍的劈、抡、点、扫、搓、挑、挂、五花等多种方法进行上中下三盘的攻防演练技术，用以增强手眼身法步的灵活性、协调性和实战性。它的特点是动作灵巧，方法鲜明，攻防紧凑，具有很强的实战性和观赏性。下面给大家演示一遍。Thank you.
下面给大家讲解一遍，穿黑衣者为甲，红衣者为乙。预备式，甲乙双方身体自然站立，右手反握棍，立于身体的右侧，左手自然下垂，目视前方。起势，右脚向右跨一步，左手持棍，然后身体向右后拧转，左脚向前上步，两手持棍，使棍梢由上向前轮劈，身体继续向右后拧转，两手持棍，使棍在体前轮转一周，右脚向后退步，三体式架棍。甲为三体式挑把，乙左脚向前进步，右脚跟进成三体步，同时两手持棍前扎对方的头部。甲两手持棍，用棍把下压，然后紧接着左脚向前上步成三体步，两手持棍，使棍梢由后向前轮打对方的头部。乙左手稍向前滑，两手持棍向左外拦下压。甲左脚向前进步，右脚跟进，同时两手持棍顺波式挑对方的裆部。乙左脚稍向前进步，同时两手持棍向下横压对方的棍。甲身体向右后转身，右脚上步，左脚倒退，虽转体的同时两手持棍轮劈对方的腿。乙右脚稍向后撤，左脚随撤，同时两手持棍向左下拦拨对方的棍。甲两手持棍向上扎对方的头部。乙两脚稍撤后，两手持棍向左外拦对方的棍，紧接着两手互换，左手握把，右脚向前上步，两手持棍打头。甲前后脚互换，右腿在前，两手换握，终结上架。乙两脚稍向后撤，两手持棍向下打腿。甲两脚后撤，两手持棍向左下拦对方的棍，紧接着两手持棍再向上扎对方的头部。乙两脚稍撤后，两手持棍向右外拨对方的棍，紧接着左脚向前上步，两手再互换，右手握把，两手持棍打对方头部。
夹，前后脚互换，左脚在前呈三体式，然后两手换握，右手握把，中节上架，乙，两脚稍撤，两手持棍，轮打对方的腿。甲，两脚稍撤，同时两手持棍，向左下拦拨对方的棍。紧接着，两手持棍，再扎对方的头部。乙，两手持棍，向右外拨对方的棍。甲，两手持棍，扎对方的腿部。乙，身体向右后拧转，左脚向前上步，虽提转，两手持棍五花，棍稍向前，左手在上，身体继续向右后拧转，用棍稍向右后拨开对方的棍，紧接着右脚向前进步成三体步，两手持棍，使棍稍力圆轮转后，右手单手持棍，左手松开，横打对方的腰部。甲，两脚稍向后撤，右手握棍把向上提，向外拦打对方的棍。乙，单手持棍，使棍在体前力圆转动一周后，打对方的头部，左手收到左腰侧。甲，两脚向后撤步成横当步，同时两手持棍，由后向上向前轮压对方的棍，然后紧接着上左脚，两手持棍扎对方的头部。乙，身体向左后拧转，右手单手持棍，虽转体轮转，右脚上步啊，轮转一周后向左外拨对方的棍，紧接着右手握住棍把，右脚向前上步，然后两手持棍，在头部轮转一圈后横扫对方的腿。甲，双脚起跳后扎对方头部。乙，两手持棍向右外拨，紧接着上左脚，身体向右后拧转，右手单手持棍打对方腰部，左手收到左腰侧。甲，左脚向后撤步成横当步，同时右手握棍上提，向外拦打。紧接着左脚向前上步，两手持棍扎对方的头部。乙，身体向后撤步，两手持棍，使棍稍由后向上向前划劈对方。甲，稍向后撤后，紧接着继续扎头。乙，左脚向前上步，两手持棍，使棍稍由下向后向上轮转一周后，再划劈对方。甲，两手持棍，继续扎头。乙，右脚向后倒插，身体继续向右后拧转，
转体的同时，两手持棍向前划劈对方。甲继续扎头，乙左脚向前上步，两手持棍，轮转一周后再向下滑劈。甲继续扎头，乙两脚稍向后撤步，两手持棍，向左外拨对方的棍，紧接着右脚向前上步，两手持棍，用棍把搓击对方的脚面。甲左脚屈膝上台呈独立式，两手持棍上篮。乙右手握到棍把端，然后两手持棍，使棍梢由上向前划劈对方的左手，甲的左手要松开。甲左脚向前落地，两手持棍扎对方头部。乙两脚稍向后撤，两手持棍向右外拨对方的棍，然后收回。甲继续向前扎对方的头部，乙两脚向后撤步，两手持棍向左再继续外拦。甲继续扎头，乙的动作一样，再做一遍。做完之后，乙紧接着右脚向前进步，右手单手持棍横打对方的腰部，左手收到左腰侧。甲两脚稍向后撤呈横裆步，右手握棍把向上竖提，向前外拦对方的棍。乙右手单手持棍，使棍在体前立圆轮转一圈后打对方的头部。甲两脚稍撤，同时两手持棍，使棍梢由后向上向前横压对方的棍，紧接着左脚向前上步扎对方的头。乙身体向左后拧转，右脚向前上步，右手单手持棍，虽提转立圆轮转一周后向左下滑劈对方。甲左脚向前进步，右脚跟进呈三体步，两手持棍扎对方的腰部。乙左手握住棍，身体向右后拧转，左脚向前上步，两手持棍向后背棍，然后用棍把向右外拨的同时，右腿要屈膝上台呈独立式，紧接着左手松开棍，右手单手握棍，右脚向前落地，右手持棍横打对方的腰部，左手落于腰间。甲两脚稍向后撤步，右手提棍竖拦。乙右手单手持棍，使棍在体前轮转一周后打对方的头部。甲两脚向后撤步，
沉横裆部，同时两手持棍，使棍梢由后向上向前轮压对方的棍，紧接着左脚向前进步，两手持棍扎头，以左手握住棍，然后两手持棍向右外拦对方的棍，夹，两手持棍扎腿，移，身体稍向左转，两手持棍将对方的棍挑起，夹，两手换握，右脚向前上步，打对方的腿，以两脚向后撤步，两手互换，左手握把持棍，向左下外拦对方的棍，夹，两手持棍扎头，以两手持棍向右外拨对方的棍，紧接着左脚向前进步，两手持棍用棍把搓击对方的脚面，夹，两手持棍右脚向后退步，左脚屈膝上抬，持棍下拦，紧接着左脚向前落地，两手持棍扎对方的腿，移，身体向右后拧转，两手持棍顺势用棍把向下外拦对方的棍，夹，继续扎腿，移，身体向右后拧转，左脚向前上步，两手持棍用棍勺向右后拦拨，夹，进步继续扎腿，移，两手持棍使棍梢由后向上向前再向下轮转一周后，右手在上向右外拦对方的棍，然后把对方的棍再挑起来，夹，右脚向前上步，两手互换，左手握把轮打对方的腿，以两脚稍向后撤，两手持棍向左下外拦对方的棍，夹，两手持棍向上扎对方的头部，移，两手持棍向右外拨对方的棍，紧接着前后脚互换，两手换握，左腿在前，两手持棍打对方的腿，夹，前后脚互换，呈左脚在前，两手互换，右手握把，两手持棍向左下外拦对方的棍，紧接着两脚进步，两手持棍扎对方的头部，移，两手持棍向右外拦对方的棍，夹，继续进步扎腰，移，身体向右后拧转，左脚向前上步，两手持棍用棍勺向右外拦对方的棍，夹，再继续进步扎腿，移，两手持棍用棍勺向左上外拦挑起后，紧接着左脚向前上步，
两手持棍是棍勺，由后向下向前立圆一圈后横打对方的腰部。甲，身体向左拧转，两手持棍向上竖拦对方的棍，然后乙，顺棍划劈对方的手。甲，松开左手。乙，紧接着左脚进步，两手持棍再横打对方的腰部。甲，身体向右拧转，两手持棍由左向右再向外拦打对方的棍。紧接着顺棍向下滑劈对方的手。乙，松开左手。甲，两手持棍向前扎对方的腿。乙，两手持棍向下横拦。紧接着右脚向前上步，两手持棍，右手握棍把，用棍把打对方的头部。甲式，两手上举，中节上架对方的棍。乙，右脚退下来之后，两手持棍，挑开对方的棍，然后再进右腿，右手单手持棍打腿，左手架于头部的左侧。甲，左脚向后退步，右手单手持棍向左下拦，左手同样架于头部左侧后，紧接着两手持棍五花上左脚，右脚再倒插，倒插步扎对方的腿。乙，左脚向后撤步，两手持棍，右脚再退步，两手持棍五花，然后左脚向右脚前盖步，用棍梢下拨对方的棍。甲，五花转身打头。乙，右后转身五花退步，中节上架。甲，进步扎腿，左脚在前。乙，两脚向后撤步，同时两手持棍向右下外拦。甲，左脚在前进步继续扎腿。乙，两脚继续撤步，两手持棍向左外拦。甲，进步继续扎腿。乙，撤步两手持棍向右外拦。甲，两手持棍向上扎头。乙，两手持棍向左上拨。甲，继续进步扎腿。乙，两脚后撤，两手持棍向右外拨对方的棍。甲，进步继续扎头。乙，右脚向前上步，同时把棍把让开，用棍把向左外挂对方的棍。紧接着身体向左后拧转，扎对方的腰。甲，左脚向前上步，身体向右后拧转，用棍把向右外拨对方的棍。
紧接着，左脚向前上步，两手持棍扫腿。一，双脚起跳，落地后，右脚在前，两手持棍，用棍把搓击对方的脚面。一，左脚屈膝上踢呈独立式，两手持棍向上竖踢，拦住对方的棍。乙，两手持棍，棍梢划劈对方的左手，甲松开左手。乙，两手持棍，扎对方的腰部，甲左脚向前落地，身体向右后拧转，用棍把向右外拨对方的棍，紧接着左脚向前进步，两手持棍，用棍勺打头。乙，右脚稍进，右手用棍把下压对方的棍，紧接着左脚向前上步，两手持棍，是棍梢由后向上向前轮打对方的头部，甲两手持棍向左外拨对方的棍，乙顺拨式进步，两手持棍挑对方的裆，甲右脚稍向后撤步，两手持棍向下横压对方的棍，乙身体向右后拧转，右脚向前上步，然后左脚再向后退步，虽转体两手持棍轮劈对方的腿，甲两脚稍撤，两手持棍向左下外拦对方的棍，紧接着两手持棍上扎对方的头部，乙两手持棍向左外拨，甲两手持棍打头，乙右脚左脚向后退步，两手换握，左手握把向上架住对方的棍，甲两脚进步，两手持棍打对方的腿，乙两脚稍向后撤步，两手持棍向左下外拦对方的棍，甲两手持棍，两脚互换，左脚在前打对方的头部，乙右脚后退，两手换握，右手握把向上架起对方的棍，甲两脚向前进步，两手持棍打对方的腿，乙两脚后撤，两手持棍向右外拦，紧接着再进一步扎对方的头，甲身体向右后拧转，两手持棍向右外拨，乙继续进步扎腰，甲两手持棍使棍梢向右后拨开对方的棍，紧接着右手单手持棍横打对方的腰部，左手收到腰部，乙左脚向后撤步，两手持棍竖提向外拦打对方的棍，甲右手单手持棍使棍在体前轮转一周后打对方的头部，乙
两脚后撤，两手持棍，由后向上向前压对方的棍。甲乙压下来之后，左脚向前上步，继续扎对方的头。甲身体向左后转身，虽转体，两手持棍转一圈后向左外拨，紧接着右脚向前上步，两手持棍扫腿。乙双脚起跳后，两手持棍扎头。甲身体向右拧转，左脚向前上步，两手持棍向左外拦后，右手单手持棍横打对方的腰部。乙两脚稍撤，右手握把向上提起，然后向前拦打对方的棍。紧接着两手持棍扎对方的头。甲两手持棍，左脚向前进步，滑劈对方。乙撤步继续扎头。甲右脚向后倒插，两手向下滑劈对方。乙两手持棍继续扎头。甲身体向右后转身，持棍再向下滑劈。甲乙两手持棍继续扎头。甲两手持棍向下滑劈。乙抽挥后继续扎头。甲两手持棍向左外拦拨对方的棍。紧接着右脚向前上步，两手持棍用棍把搓击对方的脚面。乙两手持棍下拦，左腿屈膝上抬。甲用棍梢滑劈乙的手，乙松开左手。接着左脚向前落地，两手持棍扎对方的头部。甲两脚向后撤步，两手持棍向右外拨。乙再继续进步扎头。甲两脚再撤，持棍再向右外拨。乙两脚继续进步再扎一遍。甲撤步外拨后，紧接着右手单手持棍向前横打对方的腰部。乙两脚稍向后撤，右手握把上提向外拦打对方的棍。甲右手单手抡棍，在体前轮转一周后打头。乙左脚向后撤步成横当步，两手持棍由后向上向前轮压对方的棍。紧接着左脚向前进步，两手持棍扎头。甲身体向左后拧转，虽转体的同时右手单手持棍轮转一周后向下滑劈。甲乙再继续进步扎腰。甲两手持棍用棍把向后外拨对方，右腿屈膝上踢。紧接着右手单手持棍横打对方的腰部。甲乙左脚向后退步，右手握把上提
两手向外拦打对方的棍。甲，右手单手持棍，在体前轮转一周后打头。乙，两脚向后撤步，两手持棍，由后向上向前轮压对方的棍。紧接着左脚向前进步，两手持棍扎头。甲，两手持棍向右外拨对方的棍。乙，两脚进步，两手持棍扎膝。甲，两手持棍向左向外拨，并挑起对方的棍，然后打头打腿。乙，左脚向后退步，两手互换，左手握把向左下外拦。紧接着两脚进步，两手持棍扎对方的头部。甲，两脚稍撤，两手持棍向右外拦对方的棍。紧接着右脚向前进步，左脚向前进步，两手持棍用棍把搓击对方的脚面。乙，两手互换，右手握把，右脚后退后，左腿屈膝上台。紧接着左脚落地后，两手持棍扎腿。甲，用棍把向右外拦对方的棍。乙，继续进步扎腿。甲，身体向右后拧转，左脚上步，两手持棍，用棍勺向后拨棍。乙，进步继续扎腿。甲，两手持棍，右手在上，用棍勺向后拨开对方的棍后，把对方的棍挑起来，然后打腿。紧接着乙，两脚互换成右腿在前，两手换握，左手握把向左下外拦。甲，两手持棍扎对方的头部。乙，两手持棍向右外拦拨对方的棍。紧接着两脚互换，两手换窝，右手握把，轮棍打腿。甲，两脚互换，左脚在前，两手换握，两手持棍向下外拦。乙，两脚进步，两手持棍扎对方的头部。甲，两手持棍向左上外拨。乙，两手持棍进步扎腰。甲，身体向右后拧转，用棍勺向后外拨。乙，两手持棍进步继续扎对方的腿。甲，两手持棍向左外拨，挑起对方的棍后，进步狠打对方的腰。乙，身体向左拧转，两手持棍向外拦打。甲，向上划开对方的左手。乙，松开左手后。甲，右左脚向前进步，
两手持棍，再向左横打对方的腰，乙，身体向右拧转，两手持棍向外拦打对方的棍，紧接着顺势划劈对方的手，甲松开左手。乙，紧接着两手持棍扎对方的腿，甲两脚稍后撤，两手持棍向右外拨对方的棍，紧接着右脚向前上步，两手持棍用棍把盖打对方的头部，乙两脚后撤，两手持棍上架对方的棍，甲两手持棍挑开对方的棍后，右手单手打对方的腰部，右脚上步，乙左脚向后退步，右手单手握棍向左下外拦对方的棍，紧接着两手持棍五花倒插步扎对方的腿，甲也是五花向右外拨，乙身体向右后拧转，两手持棍五花上左脚打对方的头，甲也是转身五花持棍上架对方的头，上架对方的棍，乙两手持棍扎对方的腿，甲两脚撤步后两手持棍向右外拦对方的棍，甲乙再继续进步扎对方的腿，甲两手持棍向左外拦，乙再进步扎腿，甲再继续下拦，乙两手持棍进步扎头，甲两手持棍向左上外拦，乙两脚进步扎头，继续扎对方的腿，两手持棍下劈，乙再进步扎对方的头，甲两手持棍用棍把向左挂开对方的棍后，身体向左后拧转扎对方的腿，乙身体向右后拧转，左脚向右脚前盖步，同时两手持棍向左后外拨对方的棍，紧接着身体继续右后拧转，两手持棍扫腿，甲两手持棍用棍把搓击对方的脚面，乙右脚后退，两手持棍向下拦住对方的棍把，甲顺势滑劈乙的左手，乙松开左手后拱步北拱，甲两手持棍抽挥后扎对方的腰，乙身体向右后拧转，左脚上步，
两手持棍，用棍把向后拨开对方的棍，紧接着左脚上步，两手持棍，用棍勺打对方的头部。甲，右脚上步，用棍把下压对方的棍后，接着用棍勺打头。乙，两脚撤步，两手持棍，下压对方的棍。甲，左脚向前进步，两手持棍，上挑对方的裆部。乙，两脚后撤，两手持棍，下压对方的棍。甲，身体向右后拧转一圈，虽转体，两手持棍，轮打对方的腿。乙，两脚稍撤，两手持棍，向左右下外拦对方的棍。收势，甲乙双方向各向后转体，五花背棍。